净债务 EBITDA 比率用作评估公司的债务水平以及还款能力，可以检视公司偿还目前负债总额需要多少年，受评级机构重视。净债务是指将总债务减去现金及可变现的短期投资价值。 EBITDA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 Earnings before interest, taxes, depreciation and amortization 累计利息、税项、折旧及摊销前的利润。如果公司的债务对 EBITDA 比率远高于同业，即是表示投资风险很高。分析师通常倾向选择净债务 EBITDA 比率较低的公司，代表公司并无过多的债务，并且应该能够偿还债务。如果净债务 EBITDA 比率很高，即是公司负债累累，公司的信用评级会降低。投资级别债券的债务 EBITDA 比率通常小过 2.5， 不同行业的平均资本要求差异很大。理想的债务 EBITDA 比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不同的行业，不过通常大过5就要小心。